跟刚才的那个有一点不一样，刚才那个是一二高唱，我这个是刚才是四拍哦，等于是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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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不一样，你们听得出来吗？对，这是很老米烧米。刚才是也是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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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是弹了，就是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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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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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左手就四拍了，四拍了。但是我可以把它放慢下来，比如说是第一次弹短，对，变成。不会打音，应该是两拍两拍。我现在都弹，我在讲刚才，对，它还有一种弹法，还有一种弹法是两拍两拍，对，两拍两拍就变成现在变成就是好像有些现在变成是这个对不对？就是一拍就是四嘛，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还有一种是两拍总共就弹两。我们要弹两次这个哆嗦哆嗦，我就速度放慢。这个就是说，你在伴奏的方面最重要就是这个不变，但是你的左手会变啊。对，左手右手的变化，一个是左手的快和慢。对，那它的快跟慢就 set 你的这个 speed， 就是 set 你的速度。对，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弹法，你的速度就还是要在那里，就是叫做节奏不能变，但是你的变化在你的伴奏上面。对，那很多人一直都搞不清楚这个，因为节奏感要很强，就是你要不受这个伴奏的影响。对，那是最重要的。拉朵，对。对，然后手约 DM Rela 对，就是对，然后 A 右手
拉米拉米，对 ，A minor， 对，所以你看这个最重要。那你说还有好多种弹嘛？你听出来了，还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没有变的，就是你 set 你的速度就是这样，就是不能够变。但是你不管你的手怎么变，你那速度一定要很稳。对，所以 G7 我们怎样去弄那个 G7 是 G， 就是弹 G， 左手就是你的左手是 sol re sol re， 对不对？那你的右手就要弹有 seven 的和弦呐、啊。说多数好处就是说，你不管是清属气和弦，什么想象和弦，对，就 make yourself easy， 左手一样，但是你就都抖手抖手的那个形态，那右手你就要有变化了。右手弹，但有些人是左撇子，他喜欢偏偏要喜欢右手左手来弹那个 seven， 那左手的 seven 你就要把它变成什么 ？Sorry。你想要有个 seven， 你就 seven 在 G 的和弦里面的 seven 是什么？一定要有个发在，对不对？那你就那个 sol re fa re sol re fa re， 然后你的右手还是 sol si re， 对，就左撇子的人可以这样做了，就是左手很发达的人，就是你左右手有一个手一定要弹有七的，有 seven 的。左手到底弹什么？弹那个刚才去。左手给左撇子的人说。哎，对对对 ，sol re fa re， 对，本来基应该是 sol re sol re 的嘛，对。那么右手就弹你左手已经有第七个音，那你右手就弹回G和弦了 ，sol si re。总是有一个手要把手起来。对，对对对，这样可以明白吗？最终嗯。是六开始，啊，不然又六一六一，如果是字就一定是五开始，对对对对对对，对根音开始，对对对，这样可以吗？你要看 video 啦。好和弦。我现在跟你介绍左手爬音伴奏的曲。左手的爬音或者是分解和弦伴奏，可能是写钢琴作品的时候最好用的招数了。从300年以前的古典音乐一直到现代，几乎所有写过钢琴曲的作曲家，多多少少都有用过爬音或者是分解和弦的伴奏。我们先来听听看几个例子好了。首先，这个是1788年莫扎特写的钢琴奏鸣曲。这就是左手的，就是分解了，开始小奏鸣曲。接下来这个是1834年肖邦写的幻想即兴曲。再接下来这个是1891年德布西的第一号华丽曲。1976年这一首由理查克莱德曼弹红的《给爱德琳的诗》，
这些很有名的曲子都有左手爬音的伴奏，所以到底要怎么爬才会跟他们一样好听呢？这是个很长很长的话题，应该永远都说不完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个开始，所以今天在这个影片呢，我要先跟你介绍左手爬音伴奏的始祖。说到左手的爬音伴奏，我们一定要提一下这位仁兄，他叫做 Domenico Alberti， 出生在1710年，是意大利人。你几乎可以说他是键盘音乐的左手爬音之父。不过虽然我在这边擅自叫他左手爬音之父，但是很可怜的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很有名了。我在 Google 上面连任何一张他的画像都找不到。 Alberti 写了很多首键盘奏鸣曲，虽然说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弹了，但是大家没有忘记的事情是，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滥用哆嗦咪嗦哆嗦咪嗦这种左手伴奏的作曲家。注意，他并不是第一个用的人哦，而是第一个滥用的人。我接下来要弹两个他的作品片段给你听。这种哆嗦咪嗦哆嗦咪嗦的伴奏叫做 Alberti Bass， 或者是中文叫阿贝尔蒂低音。它的逻辑就是你拿一个三和弦，然后把它的音用低高中高低高中高的顺序弹出来。虽然说这个伴奏还蛮简单的，但是它的效果却出奇的好，有一种很优雅又很流动的感觉。所以在整个18世纪，大家都一直不停的用，不停的用，不停的用，包含所有你熟悉的有名的作曲家，无一幸免。海顿在他的钢琴奏鸣曲里面用，时间够长的话，我应该还可以举100首其他的例子给你听。虽然说阿贝尔蒂低音到19世纪以后就不红了，但是你就算是用在现在的曲子，其实也不会很奇怪。譬如说这个例子，如果是儿歌或是民谣之类的，也很适合。时候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音的高低，譬如说一个 C 和弦的阿贝尔蒂低音，在中央哆的时候听起来很正常，低八度的话好像也还可以接受，但是在更低八度的话就会浑浊浑浊的。如果是到最低那个八度的话，就完全听不懂了。另外一个关于阿贝尔蒂低音的常见问题是，低高中高低高中高这个模式只能弹三个音而已，那遇到七和弦的时候怎么办？例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G7 和弦，想要弹成阿贝尔蒂低音，我应该选哪三个音呢？其实它有两种思考法，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你直接省去五度音，也就是不要弹索西瑞发里面的瑞，那它就变成索发西发索发西发。另外一个思考方式是，看你的右手旋律已经有哪一个音，那你左手就不要弹那个音。譬如说我右手旋律是发的话，我就弹 so re si re， 如果右手旋律是 re 的话，我就弹 so fa si fa。
后如果右手是 C 的话，我就弹 Sol Fa Re Fa。不过如果右手是 Sol 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左手弹 Sol Fa Si Fa， 因为如果左手最低音没有 Sol 的话，其实这个和弦就不能算是 G7 的原位了。这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右手是弹那个旋律的，所以但如果我们左手，我们右手如果是弹 G7， 我们弹 G7 的话，左手就不要考虑那个七那个音了。左手说还是右手，说还是右手，抖对，还是抖。我说你说就可以了，不用考虑那个什么第七的音。他是考虑的是因为他右手没有，对对，没有。左手拍音课程，你可以去翻翻看你弹过的钢琴曲，有哪些作品也是使用阿贝尔基低音的呢？然后你也可以运用今天学到的东西，试试看在你熟悉的歌曲里面配伴奏。不过，至于阿贝尔基低音为什么在19世纪以后就不流行了嘞？后来大家都变成怎么样爬音呢？我们就只好在以后的影片再解答了。这个影片是有，告诉你有，不要不用练这个，因为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它后面另外一集也说了，它太集中在一起。哆嗦咪嗦就是那几个音。就是最多这种你说到几个音太密集了，那个音就不够宽。你们有没有建议吗？几点？算，就是算钱。说很快的多，我们现在12:30结束，打的时候是2:00-2:30开始。两点嘛，2:30太晚了。最晚2:00要开始。对，或者到5:00这样结束，对。这样可以吗？可以。然后明天现在那个。随便你们，你们想怎么样做都可以。嗯。你们想 part 也可以，或者自己带最简单的生物，你个人带个人自己吃的吧，要不然好麻烦呢、啊。还要顾到大家，这太累了。每个人把自己的午餐带着就好了吧。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餐厅啊？哦，这里好多地方吃的，但是你出去再回可能就最近的 Jack in the Box 最近。自己的店可以就自己弄一点上去，就有定啊，没定，反正基本上时间都是2:00开始。2:00-5:00到底是22，对，就会很累哦，希望不要那么久，但我们先这样讲而已。我们教会有咖啡，我们可以煮咖啡给你。对，就可以煮咖啡，只是。考了那个就忘了，这样好了。
好奇怪。很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低，太低了。就是太低。问一下韩英老师意见了。他意见蛮重要的，因为他会。这个应该怎样？F over sharp 对不对？那就是右手是 D， 然后左手是 F sharp， 然后用这只抖手抖手应该怎么？如果是抖手抖手，我们看嘛，那 sharp 就是这个，这样，对，把这个手就变成那个。哦，对，这要变成这个，对，是不是要变成这个？对对对，这样变成还是要变成所有这样 over 的都是要这个要升半倍音中间那个。不一定，如果一个没有在里面的话，就是没有在里面的是吗？对。对，它没有在里面就。如果 C over G， 那不是。刚刚有一个是 F over C，F C 就没有。F over C， 因为 C 里面有 F。对，那这个就要，因为这个 D 里面没有，而那什么 F sharp 里面没有 D， 所以才要这个，就是慢音。可是这个不是有这个音吗？为什么还要专门？不是为了没有清楚，因为 F sharp 本身是只有好像没有 D 的，是这样。对对哦，对，它那个里面是没有，这里面没有这个 F sharp 里面没有 D， 所以要加一个 D。不是加，因为打加，因为这个 F sharp 的时候 ，F sharp 是个碰撞。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 D， 因为它是个 D F， 所以要加上 D 在里面。对对。D sharp 就是这样。但是刚刚有一个 case 你问我的是 F over C， 那个 C 里面是有 F 的，所以就这样就好了。对对对对对，那个就不用升半音。行，我明白了。C over G 也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说 C 的弹我就升级，我不是升没有 C 的弹就你的东西升掉。啊，不是把它升掉，我说这个第一类这个歌词中。原来是 F sharp 跟 C sharp 都是啊，可以说都是对的。
失误没有，是因为这个七分。应该是说这三个，这两个音里面，它这个比它准，所以它有这个，它没有这个，这个是。解释是说，因为在西上跟那个地打架，就是说一直讲打架，但是我们说不是这样讲的话，打架是一回事，因为冲突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它的低下的那个低的和弦里面有这个，跟它是一样的，但是却在这个 F 下面却没有这两个，没有这两个，但是呢，在这个 F 下面这个当中呢，有这个，你可以是，或者是。可能这个比较好听，我的努力你可以，因为它少了这两个，少了这两个，对不对？或是这个，来配它，绝对不能用这个，因为这个跟这个没有，像它的汤本是，因为这样子。可以擦掉，时间都可以擦掉。可以擦掉。第三来有没有？都可以擦掉。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稍微看一下黑板，解释一下 D over F sharp。换成，因为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跟他们在音里面没有。